取出一根辣条，拧一拧，吹一吹，再烤一烤，哇，鼓起来了！来，跟我一起。昨天扣一的来报道了，我做的真是太好，太成功了。做的是头是头，你从哪里看出有头有脚的？就是这个东西还能做出两种形态，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。来，朋友圈先吃。惊呆了，竟然这么脆，好脆，好好吃。尝尝这个瘪的，一看就是被压榨的。没想到这个瘪的看起来挺丑的，吃起来更脆，感觉还可以放一点夹心在里面。赶紧让你的老姐妹给你做起来。